到今天早上八点，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1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它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速度并不快啊。这样子方向移动，但因为这样子移动速度及方向，我们也预估明天早上八点左右，暴风圈会影响到巴士海峡，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风在过去时间其实它增强的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环流状况，目前它的中心平均最大风速已经来到每秒30公尺左右啊，但是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依旧是120公里，我们也预估它未来强度依旧会快速的增强，很快就会变成中度台风了。事实上，我们从整个资料来判断，这台风未来的影响情形，从最近几天大家关心，全世界各应该是我们所参考所有资料，大家都很关心啊。所有的预报模式显示，在短时间之内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台风各个的指引模式显示，它的移动方向有些是与比较偏东，比我们的东边海面在更远一点的方向向东北的方向移动，但是有一些的路径就更偏近台湾的陆地，甚至有可能登陆。但是这些路径情况之下，这些资料其实还是不太一致。那至于气象局目前纵整所有资料，我们预估未来的时间，它在今天逐渐接近以后，明天它的环流，我们看到明天早上八点它的中心，以及未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它的移动方向速度，这是目前我们所纵整评估出来最可能走的路径。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结构大气变化会影响到它的移动方向速度还有多靠近我们，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那这样情况看起来，明天接近星期二星期三就是最明显影响我们的时候咯。我们来看一下海面上的风浪，今天清晨到现在为止，兰屿已经有11级的强阵风，在沿海台中彰化云林的沿海也有9级的强阵风。我们也预估随着它的靠近，首先除了强阵风会增强以外，海面上的风浪会逐渐增强。首先从今晚上开始，东半部的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会有长浪现象，横川半岛也有。另外我们看今晚上波浪预测图，今晚上八点，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再来看浪高的分布。随着台风虽然在靠近的过程中速度并不快，但是它比较强的浪高区域也在逐渐在靠近。今天到明天，在东南边海面逐渐它的浪高会增强到3米以上，其他各海面包括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北部海面也会有2米以上的浪高，这直到明天。而随着它逐渐在靠近，整个台风中心3到6米甚至6米以上的浪高，只要台风路径很靠近我们，它这浪高区域就会很接近我们。那刚刚所提的强阵风，其实今天气象署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已经有地方有强阵风现象出现，而今天在绿岛兰屿还是会有10级到11级左右的强阵风。另外桃竹的沿海地区、横川半岛沿海地区以及澎湖和马祖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这是有关海面风力以及陆上强风的状况。至于在天气方面，台风的外围云系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已经移进东边的陆地，我们预估今天的天气会受到它影响，但首当其冲影响，今天到明天首当其冲影响区域就是东半部地区。来看一下今天到明天的定量降雨预报，随着台风云系靠近，我们预估今天在桃园以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下雨，其中我们有发布的大雨特报哦，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绿岛兰屿将会出现大雨的情况。而东半部的降雨，像东南部和东部地区，它比较明显的降雨会在今天晚上以后出现。好，这是今天短时间到明天清晨的降雨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环流越来越靠近，东半部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至于未来它影响期间之内的降雨呢，看到这是未来24小时的定量降雨预报，在明天整个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的雨出现。好，这种部分请大家多留意。而明天桃园以北的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西半部的山区也开始会有降雨的状况，同样的马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但是金门、澎湖天气还不太受影响。之后台风很接近我们了，
很接近我们情况之下所降雨的形态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有降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中部的山区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中在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那当然南部山区的雨可能也不太小，但是是断断续续出现，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之后星期四台风逐渐离开，但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所做的降雨预报这些都是根据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最原始，我们判断出来这个路径来预报的。所以一旦路径随着台风的真的移动以及大气变化稍微偏近我们的话，降雨的情况除了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依旧明显以外，如果越靠近，连南部地区的情况是越为明显。台风即将接近，要提醒大家，海面上的风浪会逐渐先增强，陆地上的降雨从东半部是首当其冲开始受影响，北部地区也会受影响，之后随台风靠近，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的山区也会渐渐受影响，但影响程度我们会随着整个实际的动态逐步更新告诉大家。可是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在低压带影响之下，山区已经很脆弱，所以提醒大家，在未来几天台风可能影响带来降雨的情况，尤其有些地方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情况，请大家前往山区西谷特别留意。还有花东路段，我们知道现在也很脆弱，所以大家前往这些地方也要特别的小心。以上是这节的台风记者说明会。